还是自己放松的。嗯，啊，就是去其他地那个综合大师就买点牛羊肉，就一会儿时间，就因为放松了，口罩这口罩也不好好戴了，所以这个就被改上了。哦，是吗？等于我你就觉得是口罩没好好戴，然后出现的这种情况。这是一个原因，再一个呢，那儿空气可能太浓了。哦，啊，它这个感染的空气太浓了，对。啊，所以，那么这一段时间在地坛医院的救治，你怎么看待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救治经历呢？我刚来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发烧。烧的39.8最高，烧几天，然后退烧了开始吃药，啊，吃了一个疗程就好了，也就是在这待了有，我是13号进。